生物老师教导我们，食物链是这样的：小鱼吃鱼饵，大鱼吃渔夫。午餐的时间到了。哎，我的干脆面到哪里去了？哎我去，哎我去，哎我去，不给吃的也不带吓唬人玩的呀。今天由我为大家亲情诠释一个词，撒丫子。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，现在还有一句话就叫做有其主必有其狗。我这高贵的身体是谁都能随便骑的吗？熊孩子给我下去清醒清醒吧。好奇心过重的下场就是让大开眼界。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小燕不出声还不知道你在哪儿。哎哎呀，坑爹呀、啊！等等等等俺呐，等等俺、啊，哎呀！接下来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跑酷。更正一下，我说的是魔术大变活人。哥哥，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！我会呀，不是掉沟里头。